司长。陈委员早。好，处长辛苦啊。不。那我首先请教一下次长哈，那有关于这一次行政院版，就行政院提请立法院审议有关于财团法人法草案，这个内容都是我们法务部负责的嘛，是不是？是。那你认为整个内容里面有没有一些瑕疵？报告委员，因为我们法务部是征询各界的意见，广纳各界的意见，包括开过很多的公司听会，包括所谓的民间的财团法人跟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我们都请他们来会商以后啊，还有各部会也都提供意见，我们根据各部会的意见再来会诊，然后整理出来的条文。好，那当然，那因为刚刚因为本席也详细看了有关于那个行政院版的部分哈，是那里面发现有几个问题哦，好像是我们那个行政院函请审议有关于财团法人法草案的部分，都着重于所谓的政府捐助这个区块。那有关于一般民间捐助的财团法人，好像是里面的内容不是非常的了解，为什么？因为你们里面提到一点哈，包括本席接着会长纳闷的，就是说，因为财团法人法里面的明定哦，政府捐助的董事长捐助的那个财团法人，其董事长系为专职的话，那当然他的薪资报酬，我个人的看法，当然就是说也必须要明定，没有错了哈。但是里面没有一定没有所谓的上限，因为你们只有就是说经过主管机关同意。那话又说回来，假如说主管机关他本身他的认知上有一些差距的话，那是不是针对所谓的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他本身董事长的薪俸可能会所谓的参差不齐，有的他的薪俸比较高，有的他的薪俸比较低，那是不是能够建议我们法务部这边针对所谓的那个政府捐助的财团法的董事长的这个部分，看是不是也能够定一个所谓的上限，直接在法里面定。报告委员，因为这个会薪资啊的水准，它会随着物价而波动，所以如果定一个上限，说现在定20万，未来可能它就这个变成低薪也不一定，现在觉得很高，所以我们认为还是要由各个主管机关啊来核定。那我们事实上并这个并不会发生说啊，这个过度这个薪资过高的问题，因为依照现行的制度，事实上薪水是有一定的标准去核定的啦，不会漫无标准，它这个是由人事局来管制。因为最主要是第一点，就是说大家会想诟病所谓的回猫事件呐、啊，是。那当然再加上所谓的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事实上是有很多。那假如他本身董事长的薪俸没有办法有一个所谓的上限，而且没有一个标准的话，那当然狼逼狼替西狼了哈。别别东西财团法人董事长为什么他的薪俸拿得比较高，那他的薪俸拿得比较低？当然这一点我只是提供给我们法务部这边作为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了哈。那尤其你没有提到一点哦，有关于那个董监事的部分，就是有关于那个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董监事本身是无几职嘛。刚刚你在答询的过程当中有提到一点哦，他说假如说他是专职的话，那当然他也有所谓的薪资的问题嘛。没有，董监事都没有，只有董事长，只有董事长有。哦，董监事完全都没有，他那最多义务职的，是他只能够领车马费。哦，领车马费。对，那车马费的部分是不是也依照我们行政院主地所定的车马费的一个自己标准？对，到时候我们行政部门会定一个，就是各个主管机关他会定一个车马费的自己标准嘛。那所以这个标准事实上是不会很高了，那因为他当然不会超过这个董事长的薪酬嘛。好，那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因为行政院版的那个财团法人法里面哈、第三条第二项里面的规定哈、就有关于那个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我看你好像是法务部的版本里面就是以所谓的捐助50%来作为一个基准嘛。是，那你假如说捐助是50%以下的话，那你的认定是他是一般所谓的民间的财团法人，是不是？是，因为总要有一个区分的标准，否则这个没有标准，就到时候很难去适用，很难决定要适用哪一种财团法人来加以管理。好，那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因为像本席曾经在财政委员会哈、那当然也发觉有很多所谓的金融机构，它本身有捐助的财团法人。那比喻来讲，合作金库，它现在目前是民营化哦。那你要跟他认定他是政府捐助的还是民间捐助的？不过合作金库因为他不是财团法人，他是公司形态，对，
它是公司形态，所以那至于我说它是公司形态没有错啊，是它是已经民营化的公司，对它所兼注的财团法人比例来讲就好有好几家，包括合作金库、台湾银行或者土地银行，他们共同兼注的财团法人，那他你要认定他是所谓的一般的民间的财团法人，还是所谓的政府建筑的参考人。报告委员，我们在第三条第二项第二款啊，就规定，就是由政府或者是公营事业共同捐助成立，如果是所捐助的财产合计超过该团团法人总财产总额50%的，也是属于公社财产。那我请教你一点呢，公营事业你如果来认定，那合作金库它算不算公营事业？因目前已经民营化了，对，不算公营事业。对啊，是。那但是目前类似像这种情况的话，比比皆是啊。是。那当然它会有所谓的法律的漏洞啊。是，但是因为我们总要法律就是要有一个界限，否则就没有界限就很难去这个适用法律了。所以因为本席比较担心的就是，当然现在目前现今不管是马政府或者是吴内阁所属的这一些所谓的行政幕僚，他本身都会讲正派了。那假如说为了要规避所谓立法院的监督，他故意找了类似像国公营事业里面已经民营化的来监助所谓成立财团法人，到时候他就能够以低于50%来规避立法院的监督了。因为你本身假如说政府监助的财团法人，他必须将预算书结算书要送到立法院来审议嘛，是，那他故意跟你弄一个49%，那你怎么办？是，那这个就是法律有时而穷了，真的法律有时没有办法完全规范到所有的状况。那因为报告委员，事实上如果合作金库它的公股只有20%，事实上80%的民间是民间的股份嘛，所以合作金库它所有包括各单位所投资的包括其他银行投资的超过40%的，不止20%的。对，那因为有民间有60%的股份，所以他们应该透过公司内部的监督的机制来处理这个问题了。因为他要捐助，他这个要这个把财产。吴市长，是。但你不要忘了哦，合作金库本身董事长、总经理是由我们官股来指派的吧？是。这个、对呀、啊，他是最大的股东啊。是。那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担心，假如说有所谓的人谋不彰的情况之下。他故意要来规避立法院的监督，他就找了几家已经民营化的一些国营事业来所谓的捐助，到时候他就已经低于50%啊，他就不需要经过立法院来监督啊。报告委员，当然法律哈都是要人去运作了，如果人谋不彰，事实上法律还是会有漏洞啊，真的要钻法律的漏洞还是有可能，但是基本上如我们刚刚委员提到的。合作金库因为它是政府，吴市长你是法律的专家啦，是，那所以说我会点出这个问题出来，就希望你们本身提出的一些法案它本身要更为周全啦，是哦，是避免类似一项所谓的那个个人资料保护法，结果一论踏法以后好像法务部已经收腿了，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反而社会观感不好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关于财团法人法草案的部分，假如说我们法务部这边一致的话，就能够共同集思广益，甚至于拟定出来的法案一下都能够让社会大众普遍都能够接受，这样的话这个法才算是成功的了。是，报告委员，事实上如果刚刚提到的合作金库他的董事长总经理啊，他利用这个法律的漏洞哈，然后他不会利用法律漏洞，而是说万一假如说受到上面的只是他去所谓的监助财团法人，那结果他为了要规避所谓的立法院的监督，我的重点是在这里。对，我看这样了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了哈，因为里面还有一个漏洞，就是说一般民间监助的财团法人，他的董事长跟董监事的薪资以及报酬，在本法里面好像没有非常硬性的规定，是不是？是，那我们因为基于这个。因为民间的财团法人他是民间捐助的，政府不宜太多的去干涉，那我们尊重司法自治，但是我们有一个监督的机制，就是他的资讯是要公开的。好，那我再请教你，那董事长的薪资呢？民间捐助的财团法人他董事长的薪资有没有一个上限？因为他也没有政府主管机关来跟他作为一个监督的机构啊。是，那他假如说他本身他的薪资一个月他董事长要拿个200万可以吗？
那当然这个就是要靠主管机关来监督他了。他认为这个因为他的薪资显然会影响财团法人的运作，那当然主管机关这个会有漏洞啊。是，假如说他本身捐助成立一个所谓的民间的财团法人，结果他搞不好捐助个1000万、3000万就能够成立一个财团法人，那结果他的薪俸一个领200万，十五个月领光。那这个当然会影响到捐助目的的达成，政府机关当然应该去监督他，去介入，说你这个薪水太高，那这个不行，会妨害这个财团法人的运作。那这个是可以去监督的。那去监督有具有法律的效力吗？当然有。那如果他这个他这些行为会妨害这个财团法人的存续的话，他可以去变更，要求变更董事监察人，然后甚至还可以解散他。这个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规范。那我是做一个建议了哈，不管是民间捐助的财团法人，他的董事长以及董监事的薪俸，他的报酬也必须要在法里面有一个规定啊。因为你没有规定的话，等于让他能够漫无标准、漫天开价，甚至于他的薪俸要定多少，他自己董事会就能够定了啊。这样合理吗？这样根本不合理。另外还有一点哦，有很多所谓的私立学校，他本身事实上是有的经营的非常的好，但是他本身碍于他是财团法人，结果他没有办法把钱拿回去，他要采取什么方式？一挂下啊，教学好好，态度卡卡讲讲的，一边也准着讲10000块，拨你3万块，从中间洗钱拿回去。因为什么？因为他本身是财团法人嘛。那他到目前为止，我看这个法里面也没有一个明定的类似像有他管理的一个机制啊，也没有。当然，我们基本上对于民间捐助的财团法人，我们认为民间捐助财团法人他是要从事社会公益了，所以我们就对于他的监督管理会密度比较低一点。那当然，如果大家都认为应该要高密度的监督，那当然要加以比较严格的规范，也并不是不可以了，但是可能会民间会有不同的声音了。那刚刚委员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一捐助财产1000万，每个月薪水200万，可不可以？那除非他的利息非常非常高，否则因为基金本身是不能动用的。好，谢谢。是。那我刚刚点出的私立学校这个问题，也希望我们法务部要注意，谢谢。是。好，谢谢委员。